这款标榜高音质的蓝光播放器，最大关键在误搭载了专属的 DAC 扩大晶片，并可透过三种不同的滤波机制，随意调整输出声音的质感，或在搭配对应的扩大机等装置，更能在传递讯号时，先将可能产生噪音的影像信号关闭，以此达到干净的类比音讯输出。不仅如此，在画面表现部分亦能感受到本品的用心，不仅精心校正电路的配置而降低了杂讯，甚至可配合 OLED 等四种荧幕类型，将画质的参数微调至最佳状态。如果有意同时将播放器于多个装置，相信这款是听觉表现均优的商品，可让你体验到影音作品中前所未有的细致层次。若想用最快方式在家打造 4K 影音剧院，相当推荐入手这台蓝光播放器。其不仅支援了 4K UHD BD 画质播放，也同时以品牌的影像技术增加了色彩的表现，甚至能透过最新一代的 HDR10 提升高画质影像的细节层次，使用者可体验到最真实、不减损的蓝光影像。音效的部分则支援了 Hi-Res 的高音质播放，让 4K 影像与声音一次到位。加上其支援了丰富的蓝光规格，价格更是同等级播放器中极亲民的选择。对于期望拥有平衡且优质的影音效果，却又受限于预算的朋友来说，这款说是最理想的选择也不为过。内建自家 Apple Digital 影像处理技术，同时搭配四核心 Cortex-M53 晶片 NAP8591， 出厂前经过严格专业测试与精准色彩，成为其影像流畅无比的一大关键。此外，音效的质量也毫不妥协，采用了专业级 AKM 8声道32位元素类转换晶片，声音细节细腻丰富，搭配内建的五种数位滤波器，使用者可依个人喜好选择听觉的标准。机身导入三重减震设计，读取光碟时稳定又安静，让使用者尽情沉浸在顶级的影音体验中。对于愿意花时间仔细调整影像跟声音表现的专业用户来说，这款商品想必不会令你失望的。这款商品的机身特地采高刚性、低重心的双层机壳底板设计，并在底板表层以抗震涂装处理，以达到提升音质的作用。技术部分搭载全新开发的高精度画素处理器，能分离出数位讯号的细微纹理，并适当补偿细节，减少杂讯与噪点发生，甚至提供八种显示模式与13种项目参数调整，让使用者自行打造最合意的影像品质。若同时是音响产品的爱好者，甚至还能以外接扩大机的方式享受剧院等级的纯净音效，是想要拥有极致影音体验的使用者不可错过的一款艺品。相信许多喜爱影音娱乐的人会梦想将自家客厅打造成蓝光剧院，此时不妨考虑这台性能优异的播放机。除了支援基本的蓝光光碟以外，同时还具备 HDR 自动侦测功能，不需经过繁复设定，系统即会自动将影像升级至最佳画质。声音部分则支援至 192KHz24bit， 细致度相当于专业录音室等级，让整体观影体验再升级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精心设计过的操作界面，只要使用遥控器就能随心所欲地完成指令，如果影片观赏到一半突然跳出之后，也能自动从中断处开始播放，可说是台直觉又方便的影音旗舰机。这款播放器支援的蓝光媒体格式相当多，几乎不会发生挑片的情形。影像表现透过广色域与36位元色深技术，确保播放 4K 影片时的色调更真实自然。另外，这款商品最特别的是它多样化的内建功能，由于支援了 Miracast 镜射显示，可以轻松把行动装置里相片影片投放至大电视上欣赏。如果下载了具有遥控功能的 App，
用手机也能轻松操作电视，再搭配 3D TV 功能，便可直接将 YouTube 上的影片投影到大荧幕，是一款玩法多元的蓝光播放机。不过这款商品没有同轴端子的连接部，如果需要长距离传输声音的话，要注意衰减的问题。搭载专门设计的 4K 声频晶片，除了能将影音内容提升至 4K 解析度，更搭配全新的 BT2020 色域技术，显著加强影像色彩细节的表现，使其声频效果更突出于同级商品中。此外，这款商品还搭载 HDR SDR 转换技术，即便在传统 SDR 电视也能享受视觉升级的效果。音效方面支援的格式相当丰富，另外也可以搭配蓝牙耳机或安装单键式喇叭，使聆听体验再向上升级，很适合对音画质要求皆高的使用者购买。不过字幕的支援性稍低，建议播放非蓝光的影片档案时尽量避免使用外挂的字幕档，以减少观影品质受影响的可能。这款强调画质表现的蓝光播放机，除了基本的支援 4K 影像声频技术，同时更有品牌独家的 X.V.Color 色深技术加持，让输出的画面拥有优异的精致度。不过，其最厉害的是 24Hz 的播放技术，能以与电影原片同等级的每秒24影格方式播放，在家也能感受如同置身电影院的观看体验。其他实用的辅助功能包括快速启动、10秒回复重播、30秒快速跳跃等，但由于功能众多，使得遥控器设计的有点复杂，家中长辈操作的话，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教学才能上手。想把各种 4K 多媒体内容整合在一起的话，交给这台播放器处理就对了。轻薄时尚的设计，除了支援的媒体格式相当丰富外，还可以利用 USB 端子播放随身碟的内容，甚至能直接以镜像传输手机上的画面。更惊人的是，几乎各个讯源都支援 4K 画质声频技术，让使用者们能以实惠的价格享受多元化的 4K 内容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台只是以声频的方式将讯源品质提升，并不能读取本身即为 4K 画质的内容，建议购买前确认可搭配的媒体，以免出现光碟不支援的问题。若自认为是急性子，这台强调速度的蓝光播放机应该能满足你。不仅标榜高速的读取效率，影视功能也相当齐全，而除了基本的蓝光播放，还支援了多种规格的影片与声音编码，即使想套用外挂的 SRT 字幕也不是问题。操作面部分，从机身按键到视觉化图像世界面的配置都很容易理解，即便不擅长使用电子用品也能凭直觉上手。不过这款光碟机未搭载 4K 声频技术，最高只能观看 1080p 的画质，如果追求更高品质的画面则建议另寻他款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